竹东国中有一位同学叫做莫立新，他花了半年的时间绘制了竹东生活漫步地图，用可爱的插画介绍了竹东八大景点。他希望旅客能够轻松认识他的家乡，他的热忱老师和同学都很认同。现在同学们一起制作了竹东插画明信片，画出客家庄的美。今天十一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你来看看。老师的指导声中，伴随着素描的沙沙声响，竹东国中的美术教室里是三年级同学的上课时间。而这位个头娇小的同学莫立新，对画画的喜好全显现在他身上。班服是他设计的，脚上穿的帆布鞋图案是自己画的。现在他扩大，也把家乡变成插画作品。来竹东玩的话，那可能会从竹东火车，其他地方坐火车来到竹东火车站。就从火车站出发，莫立新选出竹东八大景点，实地考察，找出了景点的特色，花了半年的时间绘制出竹东生活漫步地图。那旁边还有皇城竹联，就是可能关，就竹东之前也是那个林业开发之类的，所以里面也有之类的工厂介绍。那就是还有林业展示馆。实际去探访，更加发现竹东的美。莫立新用插画的方式让游客轻松认识家乡，现在这股气氛也传染给班上同学。有加强就很好，你看你之前没有加，这边都看不出来。然后把这竹东的标题的字再画清楚一点，这是主要的。业者和美术班合作，想把插画变商品，竹东之美跳进了明信片里。的传统市场。对他印象深刻，而我选择画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妈妈常带我上市场，那么我对这边小贩的叫卖声等之类都很深刻。这是丰城的，就是一个标志，然后他就会带很多人出去旅行，就是会找一些人来，很有名的人来演讲之类的。可以黑白呈现，也能五彩上色，在地特色是什么？同学们想的各自都不一样，但重点就是要回归在地。竹东美术班，应该为在地多做一些事情回馈，那我觉得就是这段时间可以记录，那我觉得就拿起他们最拿手的就是笔来做这件事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。结合了更多美术班同学的天分，插画绘出在地文化，同学们的纸上谈兵画出了客家庄的美好，也表达对家乡的感动。黑色的线条在白色的纸上飞舞，屋檐的长线系着家乡永远的牵绊，草地的花蕊长成记忆最美的风景，一篇篇插画鲜活竹东的感动时刻。